发的地方拿出来那个，搞掉，把那个花的。就跟他讲一下换轴换模具，换模具，这个换一个4.7，把其他的两个不用换的就直接给他拿上去，5S 也不用，5.5只换4.7，那你把其他两个，这个你先换这个，就这样换。有，上面有螺丝的，这里你直接伸下去就行了，不用拿出来了。太疼。把悬吊，然后其他那两个给它放上去。其他两个就五，其他的5.5啊，那些就不用换模嘛，不然换很多物。就给他看一下。随便挑一个。摆开了，后面给他看一下，有一条槽，顺着那个槽放进去。拆品，好，切断吧，不用了。OK。
这就这样，等一下。直接那个，对呀，不行再说。夹子，你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Photoshop 能不能打开 PDF？ 嗯。Photoshop 能不能打开 PDF？ 可以。
册子。